文化演艺团一起来分享我们漂亮的客家。我们这个月呢，是我们花莲县的客家文化月，大家有看到我们的布幕溜桨给卡卡。我们要把美丽的客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要把优质的客家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今天呢，112年花莲客家合唱团哈嘎客家桃花旗哈嘎口筏旗或发通就来开始咯。就一开始呢，人家就来邀请到诶，你个飞旋舞蹈协会，俾大家带来天歌落水，请大家踊跃的去掌声，欢迎给了解表演。Thank you.
谢宋长，谢我们的分队员铁红东旭，谢谢我们飞雪舞蹈团玉碧莲老师，老师跟大家挥挥手，杨雅树跟大家挥挥手，谢谢我们的玉老师。有奖哦，有好康哦，有哈，懂好康哦。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呢，我们整团到我们桃园去表演给桃园的乡亲看，好不好？叶丽跟众赏，再次是我们的精彩的表演。接下来，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杨梅新著名合唱团，用梅新著名合唱团，李太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合唱的歌曲，今晚由李太家带来的是客家歌谣的主曲。
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从遥远的地方来，谢谢我们的新住民合唱团。要谢谢我们的叶志松老师哈，叶老师呢非常的用心，把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呢改成客家的歌词。第一首带来的是《弘扬本华脸》，第二首是《跳旧狗》，第三首是《死恋狗》。那么我们花莲客家合唱的团长呢是我们的徐汉生徐团长，谢谢我们的徐团长，我们的钢琴老师是我们的曾维奇曾老师，指挥是我李慧玲，谢谢大家，请多指教哦。Oh
家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周立伟。也请我们的周立伟跟大家简单的说几句话。我想今天我们桃花情哈，桃园跟花莲啊，我们客属啊，能够啊合唱团在一起啊，在我们的演艺堂啊，在这里啊，一起啊，来为我们客家的啊美好的音乐啊，来一起来共享啊。我想桃园的伙伴来啊，昆奇啊，就再唠叨一点，跟大家报告啊。其实我们客家的文化，就是真正的最正统的中原文化啊，所以他敢发，他敢委托啊，我们不管是念哪一首语言七言节绝句，一定是有押韵，我们客家话。所以呢，京城啊，它又叫做家乡哈，京城啊，我们古早时代五胡乱华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中原的京城，皇帝讲的话就是我的客家话。就是我们的客家话，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啊，可能只是哈卡巴都会否定古莲花哈，正统中原的哦那一个就是所谓现在的客家话，被五胡乱华由北往南迁，不断的往南的一直迁徙，所以到哪里都是客家客家客家，其实我们是最正统的啊这个中原人，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在。回复古早时代京城的语言，跟我们讲的客家还是有一些出入，但是不大，九成的音律都是差不多，现在已经可以还原了 ，AI 可以还原当时所讲的这个京城的这个语言，其实听那个 AI 翻译以后，就跟我们现在那个哈卡巴差不多就用了，所以跟其。再一次啊，向所有热爱我们客家文化的我们的各位好朋友来表达祝福。我们更希望今天很高兴，我们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哎，小朋友在哪里？跟我们的昆奇叔叔挥挥手。刚刚看到好几个宝贝睡着了哈，表示这个这些大姐姐阿姨唱歌唱得很好听哈，催眠曲啊，真的很好哈。我们很欢迎来自桃园的好朋友。另外，曾卫就是从桃园嫁过来哈，他的这个外家在八德，还有大溪啊，两个大溪但是后来市居在桃园区桃园市曾卫只要一提到桃园，他其实就来了哈，他每一年都要回去看看我的岳母。对桃园来花莲来参访的朋友们，他只要有时间，一定会请大家吃饭哦。所以他是对他的成长的家乡，他非常非常的思念哦。有机会大家再给曾卫问候一下他的照顾，他会好开心，好开心啊。那今天呢，再一次回到我们客家会馆的演艺厅再次看到我们花莲哈。刚刚看到我们吉安的我们吉安嘛，对不对？对，吉安山歌发展协会。我们吉安山歌发展协会唱得真棒哦！这个新的服装也非常好看搭配大家的版型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有任何推展客家文化昆奇可以服务的地方，大家千万不要客气不应该的汉达，他应该传承一定要有建立有没有个使用服务以服务一个提防太卡这么高待哈，我一定全力以赴哈。再一次哈，看到太卡多欢喜，祝太卡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什么太卡？是我们花莲县的县长呢，是曾卫县长呢，就是我们顾立伟的太太，就是桃园来的，所以呢，大家非常的有感情非常谢谢我们顾立伟。希望大家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好不好？那我就不打扰大家了哈，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谢谢。来自桃园杨梅的万俊合唱团，你太简单了，一首歌唱给用书无叫，生活安家，韩国有票办散播哈，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张阿生指挥，谢谢，也要谢谢我们的钢琴老师、美智老师，谢谢。
Thank you.
中华张大山老师，师母，师母，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我们辛苦的演出，谢谢我们的冷静老师。接下来，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小朋友，欢迎明年国小小哈克合唱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两首歌曲呢，第一首呢是《新鲜河水》，新鲜河水；第二首呢是《快乐真快乐》。也要谢谢我们的钢琴老师杨淑明老师，谢谢。Yeah.
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印尼新著名舞蹈团带来的潘查希拉学生，热烈掌声欢迎他们接下来的演出。Oh.
Thank you.
才呢，我们要来听我们来自桃园的御乐合唱团带来非常优美的歌声了哈。御乐合唱团呢，他们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的是《客家本色》客家本色。也要谢谢我们的张阿山老师，还有我们的美智老师，谢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客家本色》，第二首是《半山摇篮》。Thank you.
师，还有美智老师。思墨，思墨，按请飞，热烈掌声，谢谢来自桃园的绿月合唱团，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我们吉安生根发展协会，好，热烈掌声，再次来欢迎他们的演出。Thank you.
好用树皮上好谈嘅下头果油，第二树呢系开金山开金山，第一树呢系七味油。四季谣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叶志松老师帮我们填的词，非常谢谢叶老师。叶老师呢，帮那个邓宇贤老师的《四月望雨》四首歌，全部都填的非常美的客家的歌词，非常的好听。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花莲客家合唱团的演出。
最后的压轴，我们桃园的三个合唱团要全部上台来为大家演唱非常好听的日文歌曲，还有我们的客家歌曲《望春风》。再次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张阿山老师，谢谢你哦，谢谢你，还有我们的美智老师，谢谢你。为大家带来是日语歌曲《沙韵之中》。Thank you.
中。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客语歌曲《望春风》，梦春红。Thank you.
谢谢安子森。好，我们都动脑了吗？好了哈，好来，剪刀石头布好不好？两只手背，接剪刀石头布，有没有很可爱？好，再来一个啾咪。客家桃花琴在不在？谢谢谢谢我们桃园三个合唱团，盛梦给大家按指声，有喊张磊雕。谢谢谢谢大家。